苗苗同学。大家好，我叫苗苗，请多多关照。苗苗呢，从小学习舞蹈，她已经参加过很多比赛。下面咱们请她表演个节目，好不好啊？好。你们要干嘛呀？我们就是想让您出去活动活动。对对对对对。我活动什么呀？嗯，谁愿意跟我活动啊？刘星啊，你愿意吗？我。小雪。啊。你呢？我约好跟同学去看电影了。看电影好啊，那就带姥姥一块儿去呗。这恐怕不行。啊，这不得了呗啊！刘星不愿意搭理我，小雪也不愿意搭理我，小雨也不愿意搭理我，我活动什么呀我？姥姥，别理我啊，睡着了。睡着了你还说话？你就只当我说梦话，行了吧？你说姥姥这情况，咱怎么办呢？怎么都不好办，咱们就算陪她一次两次，一天两天，也不能老这么陪着呀。我真怕啊，姥姥过几天得憋出病来。看来啊，解铃还需系铃人。什么意思？姥姥变成这样，全是因为张爷爷闹的。所以要想让姥姥彻底的好起来啊，就得让张爷爷和姥姥重归于好才行。哎，有道理，我这就去找张爷爷探探口风。又怎么了这是啊？串串，嘿，起来起来起来，怎么转着圈又进来了？起来起来起来。什么转圈啊？这是芭蕾，你知道吗？芭蕾。嘿，我还以为你让疯狗给咬了呢。嘿。哎呦，老大老大，我服服你吧，我服服你吧。哎呀，你说你也不小了，你能干点正事儿吗？啊，走走，跟我走。什么正事儿啊？关于芭蕾的正事儿。好啊，芭蕾王子来喽。哎呦，嘿，你老人家怎么坐下了？赶紧走啊，别耽误时间了。我刚才转圈转太多了，越头晕。嘿，你这不耽误事儿吗？你先让我歇会儿，你赶紧想想，到时候怎么跟张爷爷说吧。我还能怎么说呀？我就跟人家说，我说张爷爷，你赶紧上我们家看我姥姥去吧，要不然我姥都快病了。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还求他？是他先惹咱姥姥生气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？那你怎么说？我就会这样说。啊，老张同志，由于你的错误，把我姥姥给气病了，所以你必须得去承认错误。可得了吧你，人家可是张爷爷，回头人家再抽我。胆小鬼。我让你看看什么是强硬派。啊，
头怎么不晕了？是嘿，王源啊，哟，张爷爷，张爷爷，哎，小雨你好，发什么呆呀？你说话呢？跟你啊，哦，哎，哦哦哦，嗨，苗苗，你好，你好，你们认识啊？爷爷，小雨是我新学校的同学，您也认识他吗？哎，认识，我不但认识小雨，还认识刘星呢。哟，你们哥俩这是干什么去？我们这不是正要找您去吗？找我？啊，找我什么事啊？找，小雨想跟您说几句话。好，说吧。我，嗯，说。小雨，你想跟我爷爷说什么呀？忘了，忘了，你不刚说完的吗？啊，快说快说。我想说。我想说什么来着？那句强硬的话呢？强硬的，小雨，你想跟我爷爷说什么？我想说您吃了吗？吃了吗？小雨啊，你是问爷爷吃没吃？对。你可真逗，爷爷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呢还没吃呢，现在我们就带着苗苗回家吃饭去。再见，小雨，拜拜，再见，慢走，拜拜，再见，慢走。带什么见呀？人都走了，有病。控制不住，控制不住。哎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跟张爷爷说了吗？说了。怎么说的呀？都说什么了？你问他吧。小雨，都跟张爷爷说什么了？我说您吃了吗？啊？我们啊，在路上碰见张爷爷了。啊？张爷爷正好领着他那孙女苗苗就过来了。啊？谁知道他一见着人家就傻了就。可是我真没想到，张爷爷的孙女啊，竟然是苗苗。哎呀。苗苗是我的新同学。新同学怎么了？那该说的话也得说呀。可是他芭蕾舞跳得特别好。是，我说你现在怎么一放学就挨屋里转圈呢？嘿，你也黑什么黑？还白呢。本来我这语言都组织好了，准备和人张爷爷说，你却让你给我搅和了。那我认错还不行吗？要不我现在再去找张爷爷。赶紧去。喂，小雨，找你呢。喂，苗苗，你吃了吗？好吧。什么情况？他约我到小花园见面，说要跟我谈谈咱姥姥和他爷爷的事儿。赶紧去吧。啊？去呀。啊，对。哟，我还是跟着他去吧，要不一会儿啊，不是摔跟头，就是跟人家说您吃了吗？和你姥姥吵架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都怪我姥姥不好，不应该惹你爷爷生气。可以早说嘛，你男孩子嘛应该大度一点。是，那他爷爷还是男的呢，怎么没见他爷爷大度啊？怎么没见他向咱姥姥主动道歉呢？人家是老人，老人之间闹矛盾应该老太太先承认错误。是哪件？其实我能看出来，我爷爷心里也挺难过的。他本来想去找你姥姥道歉，可能觉得不太好意思。咱爷爷真棒。什么时候要说咱爷爷了？小雨，我替我爷爷给你姥姥写了封道歉信，你转交给他吧。是，真够俗的。不俗，一点都不俗。苗苗，你这人太聪明了。马屁精。小雨，你也该给我爷爷写封道歉信吧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不过我还没想好要写什么呢。不用想了，我带了笔和纸，你就照我这份抄一封呗。哎呀，妙妙，你又聪明了一次。哎呀，小雨，你又拍了一次马屁。对。
一切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惹你生气，我向你表示诚心诚意的道歉，我希望你能原谅我，我们两人重归于好，一起参加老年舞蹈大赛怎么样？我保证今后再也不跟你吵架了。此致敬礼，苗苗爷爷。我还真没想到啊，你说就这倔老头，他还能给我道歉。就是姥姥，您看人家呀都主动向您道歉了，您就原谅他吧。对呀，您就原谅他。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那好吧，我就原谅他了。对呀，怎么样？苗苗聪明吗？脾气，嘿。杨宇呀，把那封道歉信给姥姥。哎，姥姥，姥姥，这就算了吧。小雨不都是给您念完了吗？您还要他干嘛呀？对对对对，您看您眼神也不好，也看不清楚，扔了算了。对对，扔了。扔了哪行啊？啊，老张在这封信里头啊，跟我保证了，以后再也不敢跟我吵架了啊。我得把这封道歉信呢，我好好的保存起来。以后啊，他要是再敢跟我吵架，我就把这封信拿出来，我给他看看。哎呀，姥姥，这个不需要吧？没有吧？哎，这不是老张的字迹呀？哎，那个姥姥，您那个眼神不好了，肯定看不清楚您。啊，对，看不清楚。不对啊。这么歪歪扭扭的啊，人家老张是书法大赛上获过奖的呀，不是这字也太难看了。我觉得这字写的一点都不难看。对嘛，我觉得苗苗写的字最漂亮了。对嘛，小雨，怎么回事？怎么是苗苗写的？啊？怎么回事？我没有这个这那个。这个那个的，我明白了，你们几个小鬼头啊啊，设下套骗姥姥。没有，姥姥哪敢骗您啊。小雨，你跟苗苗他爷爷说啊，从今以后我是再也不理他了，我不但这辈子不理他，我下辈子我都不理他。哎，姥姥您别这样。您别这样啊。您听我说，张爷爷啊其实已经后悔了，他不是故意的。 对， 对吧？对对对对对对。说什么呀？我说你们都不听是吧？给我出去。不，姥姥您，姥姥，姥姥，你出去。姥姥您看这样，您别这样啊。姥姥没想到。哎呦，苗苗的信呢？一切都是我不好，我不该惹你生气，我向你表示诚心诚意的道歉，希望我们二人能重归于好，一起去参加舞蹈大赛怎么样？我保证再也不跟你吵架了。这是小雨姥姥给我写的信？对呀，她自己呀不好意思，所以让我带给您的。哎呀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其实这件事啊我也有责任也有错，你看现在弄得多被动，被动啊。就主动一次呗。主动？嗯。怎么主动？当面跟他道歉呗。当面道歉？嗯，对，我当面给他道歉去。哎，苗苗，你把信给我，我给他带过去。啊，这怎么了？你以前见过小雨姥姥的字吗？没见过。哎，那您就看吧。哎呀，小雨姥姥这个人是不错，这字儿可是不敢恭维啊。此致敬礼，苗苗爷爷。哎，这落款怎么是我呀？我总不能自己给自己写道歉信吧？哎呀，笨蛋小雨，你怎么连署名都抄啊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一定是你们几个小家伙搞的鬼把戏，是不是？给，你告诉小雨姥姥啊，我不会给他道歉，我也永远不想见他。哎呀，爷爷，你别走呀！
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哎，小雨，你怎么连署名都抄啊？你坐旁边，我有点紧张。啊，哼，咋了吧？拍马屁呀、啊？拍到马蹄上了吧？算了，我知道你也挺难过的。谢谢，还是你比较理解。哎，这回可麻烦了，我们没帮他们和好，反而火上浇油了。哼，我早说过，替人道歉这招不灵。不听啊啊！傻了吧？糟了吧？完了吧？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；不听老人说，吃亏吃得多；不听老人讲，吃亏吃得小；不听老人话，吃亏吃得大。不，就四句。那我就请教一下您老人家，您有什么高招？你别说，还真有一个。什么招？啊，什么呀？现在的当务之急呢，就应该让两位老人啊见一下面。两位老人一见面，这个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。可是他们已经发誓不见对方了，怎么办、啊？对啊。嗯，只有再劝劝他们了呗。劝，已然没有了用。孙子兵法上说，激将比劝将高。所以说，我们现在应该欲擒故纵。夫人过来。我说，刘星小雨，这就是你姥姥送给我的礼物。姥姥，这是我爷爷让我带给您的礼物。我姥姥还嘱咐我，让我一定把这个礼物亲手交给您。嗯，别骗我了，啊，他还能送我礼物？又是你们想出来的花招吧？这回是真的。对对对对对，真的啊！我不信。这次啊，真是张爷爷送您的礼物，我们发誓。嗯，不信您打开看看。嗯，这里装什么？姥姥交代过我们，说让您自己打开看。对对对，还得我自己打开。对，啊，弄得挺神秘，我看到底是什么？这不就是一个南瓜吗？一只鸭子。你爷爷送我只鸭子，他什么意思啊？这上面啊，我姥姥还给您刻了字儿了。对，刻字儿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是不是他把他道歉的字儿刻在上面了？啊？你是一个呆南瓜，什么意思？他送我这个什么意思？我爷爷说您跳舞就跟鸭子似的。说我跟鸭子似的？嗯。啊？怎么这么能损人呢？他还让我们带话给您，隶属您的十大罪状。什么？十大罪状？对啊，对对对，姑娘。我爷还总结您有十大毛病呢。我有十大毛病啊？嗯。第一条，烟瘾太大，成天吸烟不像话。第二条，弱不禁风，又瘦又矬像树杈。第三条，脾气太差，迟早肚皮气爆炸。第一条，说话唠叨。像老太太裹脚布，又臭又长。第二条，舞姿难看，摇摇摆摆，像个鸭子爬上墙。第三条，越来越胖，有损北京的国际形象。第四条，别打了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干嘛去？找你们姥姥算账去。你说你这个爷爷啊，怎么这么能污蔑老太太呀？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我这就找他算账去。中计了，上当了，耶、yeah! ！是你？你，我正要找你算账呢。没错，我也正想找你算账呢。你敢列数我十大毛病啊？你是不是找不痛快呀、啊？你还列数我十大罪状？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是你说我吧？啊，说话又臭又长，像那老太太裹脚布。是不是你说我成天抽烟吃早饭去？你还说我跳舞特难看，像鸭子爬墙呢？你还说我矬了吧唧，像个烂树杈子呢？这哪儿跟哪儿啊？你听谁说的呀？我听刘星说的。那你听谁说的？我听你们家苗苗说的呀。嘿，这帮孩子啊，嗯，哟，
咱们是不是上当了？对，肯定是这帮孩子们搞的鬼。哎呀，一会儿我回去，我得好好跟他们算账。对，要好好的收拾收拾他们。哎，你说他们这不是歪曲我的意思吗？我什么时候说您什么跳舞像鸭子爬墙了？您呐，从来没跳过伦巴，今儿能抡成这份上，那实属不易，不错了，是不是？他们这也是歪曲我呀，我可真没说您是肝术差的。其实啊，我知道您这心里头也是着急。你看过两天就比赛了，不是也怕咱俩拿不到冠军吗？是啊，明天就开始跳舞比赛了，咱们得抓点紧了，你说是不是？就是啊，你瞧这一下都耽误两天了。嗯。是得抓紧了，那咱们就练练，练练，来来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三二三四四。你在做什么？怎么做？